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哈。那今天是5月31号，今天是礼拜五。好，那台股今天呢开高以后就沿路做走高，中场涨115点，量扩增到1237亿。那其实我这礼拜大概在从礼拜三以后身体就不舒服，感冒啊，今天又比较好一点，也谢谢很多投资朋友的这个关心哈。那网路有两三天，网路节目我两三天没有录了，今天都会录。好，那今天开平好开高走高，中场是大涨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就跟各位讲哈，给各位一个所谓的状况哈。那今天这个盘，其实我们看出来有特定的做手进去做一个所谓撑盘的动作。为什么？各位可以注意看啊，上证是跌，你 K 是跌，恒生是跌。那南韩的话大概是在平盘附近，但是唯有台股是超强，那也就告诉你这个盘它是一个所谓人为作价盘，人为作价盘。那人为作价盘的话，事实上它一般来讲啊，股票的时候的轨迹如果是正常，你不要去干扰它，那它有它的机制啊。那你若是干扰它，像今天的这种啊人为的干扰，其实它隐藏的是未来更惨的一个所谓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投资朋友会不明就里会跑进去买。好，你比如讲，今天一定很多买文茂，今天一定很多买玉金光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都是我空单哈。那我当然，我今天的我看到今天苗头不对，我当然有补部分的空单。好，我不可能傻傻的就在那边啊。让它做拉伸，好，重点来了，这个盘我还是一样空方格局，因为今天它不是真正的多方，它是做手去硬凹来的，好，所以这里你看不懂啊，好，但是我跟各位讲哈，我们在之前高档哈，很多空的股票，你看啊，玉金光。这里叫各位要空嘛，那我这里是不是有补？又空，又空，那我今天有没有补？没有，我都老实跟各位讲哈，我跟各位讲，你看电视节目，你就看这个老师有没有事先预告。那一般来讲哈，当玉金光在高档，我这里在讲，投资朋友要小心注意，我再去 K 它的时候。事实上，我是收不到会员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高档，一般来讲，散户都会看好。那我会算出哦，原来493以上你要小心。那我会提出警告。那相对的，因为一般来讲，散户都买在相对高档，这里一定是很多散户买。所以当初来到这里，我在这里请投资朋友要卖，要卖，要卖，要卖。那当然，你刚买的嘛，因为散户永远是在高档买啊，而在高档我算出告诉你要跑嘛，所以你就会转台，了解吗？就等同一档股票跌下去的时候，很多人看坏的时候，我会用力的买。当我在用力买的时候，散户正在砍，所以他会认为我是笑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一般的散户不会参加会员会是这样子来的，因为。我的方式是跟散户都是颠倒做，散户看坏我看好，散户看好我看坏，所以我怎么收得到散户的会员呢？我只能收到第一，想要学技术的，知道低买高卖的；第二个，大资金的，知道我不是胡乱的，因为我在低档买我不太会赔钱，我在高档卖或是卖掉兼放空。我都在相对高档或低档做动作，其实我不在意哈，我会员收多与少。如果我今天要当所谓的投顾老师，我就讲涨很多的股票，我有收不完的会员。记住我一句话，投顾老师永远讲涨很多的股票。你比如讲，来，我跟各位讲哈，来，我们以玉金光来看就好了。散户会不会在这里买？不会。但涨上来，很多投顾老师在这里喊他好。
那散户不会在低档买，看到投顾老师在喊，他就跟着进去，那跟着参加会员就买在这里。啊，我这里算出来，告诉你要卖，那你就转台了。那你买了以后，你就知道哦，跌下去哦，原来股票是在这附近买，不是在这里买。记住，记住我一个原则，你看电视节目，这个老师介绍的股票在什么位阶，就知道这个老师是什么货色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这种货色就是这里介绍你要卖，要卖，因为我在空。来，神盾283，我这种分析人员就告诉你，这里我在空，我在卖。那这里是最多散户看好的时候，因为这里外资调升。如果这里来到这里介绍神盾要买，钱多了欢迎参加他会员。来到这里，我叫你避开风险，散户马上给我转台。所以我不是跟各位讲过吗？散户不会参加我会员，散户会去参加上下左右邻居的这一些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做股票看位阶，还有一种的所谓分析人员是，他先做了动作，赚钱了以后才跟你讲，甚至没有做动作上来打嘴炮，空气单，对不对？你要看的就是我事先跟各位讲了。神盾空的时候跟你讲，空的时候都跟你讲，麻烦你自己去找 YouTube， 我里面有没有讲？好，那这个都是证据哈。元月三号加权，元月三号告诉你元月四号落地，四月十七号告诉你四月十八号转折向下，这加权。苹果股价告诉你144。落底最低142，然后告诉你未来会谈到176、198，然后这里行进过程里面，我告诉你210到220，最高到215。那我当初在节目上已经讲述很多了，那下来我就跟各位讲，这个187一定来，170一定会到。好，那来看一下，如果这里要涨，那苹果股价根本还没落底。那你去买，你是在买会多嘞？哎，听得懂吗？苹果股的涨跌是看苹果股价。所有投顾老师有跟你讲过这个东西吗？第一，他们不懂，他们不会，他们也不会算。啊，郭先生都事先算给各位了。好 ，OK， 来看一下苹果哈，注意看呐。这叫苹果股价，看得懂吗？把这图全部都消掉，这个低点我这就算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么告诉你还会到这个点，好，这个是有来了。之前讲这个，它没有调整过来，没有调整好，无所谓。那你懂得会算就好哈。因为它是半对数，还没有弄好。我没看到后面哦。你要注意啊，这个点啊，不是166了，是170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？这游标它都没有改过来，没有改过来。好，那你看我这个比较准啊。因为游标是半对数，来，导播请拉近一点。这里最高215。哦，我在低档的时候，行进过程里面就跟你讲210到220哈，然后呢，这个点187一定会来，来了吗？那170也会来。那苹果股价今天凌晨是收177，最低176。苹果股价做止跌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因为这个点还没来。那我现在就跟各位讲，苹果股价
的低点在什么地方？大概在这里。来，我用写的，麦克我不下哈。我就是这样算的啊。这里不容易止跌，现在177，我先跟各位讲，我已经知道155。155，215，我就知道会到155。啊，懂吗？不懂。那现在苹果落底了没有？所以有很多苹果它只是跌升做反弹，你还不能随便乱买哦。好，神盾，它不是苹果股价，但是也是智慧，也是3D 感测，也是 Samsung 的哈，都是智慧型手机的。这里我叫人家要卖，因为散户都买这里，所以散户看到我在讲这里要卖，他就转台。我何苦来招？我就顺着散户的毛摸就好了。我很好收会员呢，反正讲涨很多了。记住我一句话：如果你做股票，我在讲你们绝对要听。投顾老师介绍的股票，如果是涨很多的，比如讲神盾在这里做介绍的，你会参加他会员，就代表这个老师不是什么好货。那我在这里叫你要卖，啊，你如果听不进去，你会转台。郭先生，你是爸爸，外资看好呢，调升呢，你为什么不这里买？为什么不这里买？不这里买？不这里买？这里我就知道最少要跌到这里，我都没看到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对啊，很多人你怎么可能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啦？来，稳茂。我没看到前面哈，我没看到后面啊！我在节目上这样子讲啊，你们有没有在听？没有哎，我之前在这里买啊，要不要我再拿证据？我懒得拿了，我没看到后面。我卖在低档啊，90块，我买得很凶哦。233、258，完蛋！如果来到我冒来到这个区域，这空底强烈空底，来到这区域发布力就是稳死的，因为散户会进来买，因为散户永远不会在这里买，他会涨上来才买，因为散户永远追买。啊，还有再教一次吗？还要再教一次吗？好了，再教你一个。我都没看到后面呢，啊，为什么我知道嘞？啊，这里叫你要卖，我在空；这里叫你要卖，我在空。啊，我现在补了没有？你管我，我已经知道会来到156。那你说我没有补，最低151，现在腾升上来，腾升上来是让你跑的哦。因为还有低点，好 ，OK。双红，这里叫你要跑，这里一堆人买啊，有没有看到155？记住我的节目，高档我都瓶盖股我都有预告过，那你有没有在听？没有啊，你甚至你会认为，哎，我会抓高点，我不是自己用。苹果股价，我还用 Nasdaq 跟道琼哎，我节目上都已经讲过，哎，我还用台积电呢，都是我抓高点的，抓高点低点不是用单一技术，我会抓 Nasdaq 道琼、费半、苹果股价、台积电，了解吗？还有电子股的一个随机状况，那我还参照国际股市，那我还有一些特殊技术分析，这都是我在教投资朋友的哈，那你总是你要懂得事先做预算，没有你在这个市场上你活不下去的啦。记住我一句话，我的节目我不在意会员，我不在意我节目上能不能收得到会员，我只在意你愿不愿意听我讲话，愿不愿意相信我，愿不愿意跟我学啊，我只在意我希望我能让你避开风险。很多人都知道郭先生都是高点叫人家要卖，
即使你没放空，你也避开风险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而来参加会员人非常多。郭先生不是鬼扯懒蛋的老师，我都跟各位讲哈，我市场看多了哈，这个我再讲一次哈。全投顾老师是我资历最深，你不要看我很年轻，我不年轻。郭宪政，民国78年第一次，我75年就入行。民国75年入行，因为那时候营员不需要执照，然后来那时候叫政企局规定，所有的营员都要考照。所以我那时候考照的时候，哎，那个时候跟大学联考一样，10万人去考营业员呢。民国78年，那我民国75年入证券这一行，现在是民国108年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我有33年的经验。很多人说闹柯林，哎，我那证件不是假的，那个都有审核的，不然我不会在节目上嘛。我没有那个证件，我没有分析师，也不会让我上这个节目啦。要上这个节目，可是要分析师执照的。那我那个是营业员。好了，讲题外话讲多了，记住我讲一句话：投顾老师如果介绍涨很多的股票，如果事后才跟你讲他什么什么赚多少，你直接给他打枪，懂吗？哦，这都事先讲的哦。麻烦你去看，我懒得留下证据的，你自己看前面的 YouTube， 因为我不需要拿那证据一大堆的，我只有告诉你，我知道苹果股价的高低点，我知道苹果股价高低，我知道加权指数的高低，这两样我有留下，个股我都不留的。双红，来，可成破线，这里空，我没有空的很高，对不对？瑞昱钱多的欢迎买，你这里才在买瑞昱。领导是钱多哦，拜托你看我电视节目，你也请你周遭的亲朋好看看我的电视节目。散户今天之所以会赔钱，是因为追买股票啊，那个股票涨得很高，你怎么可以去追？出现利多，你怎么可以去追？股票涨了一段，出现利多，就是代表主力做手、高手、法人要卖了啦。那你当然这样子，我当然这样子讲，你不相信。但是重点，你在套上，我告诉你怎么去算哦。完蛋，那这里我都告诉你会到这里，你信不信 ？You don't believe it， 因为你还没看到。你看我电视节目，你看久了，我突锤的机会很少哈，啊。来，美绿，你买这里是对吗？这里不买，买这里是对吗？那这里不是给你穿底下的蛋？那老师，你说200加100加多少钱？你给他管？底下可不可以卖？所以我跟各位讲哈，苹果股价还没有落底，你看好苹概股，那这些投顾老师看好苹概股，是不是要抓去枪毙、枪毙再枪毙？我国巨怎么讲的？我到现在还不买，为什么？很多人啊，知道郭先生不买哦，空单续报。对啊，1310，我告诉你会砍头，对不对？那前一波来到380，我告诉你我卖掉，我到现在还不买。我有错吗？没有，到现在没有错哦。我每一档股票的高低点我都可以算出来，事先的，外面学不到这种技术分析。那如果你愿意跟着我学，可以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，再跟各位继续谈。好，今日入会加赠629号三观价秘技啊技术班，好，一辈子受用，好，请拨02398986890238986。5月5日划龙舟，
粽叶飘香庆端午，启发投顾五五回馈，祝您佳节愉快。夺标行列邀您同行，让您财运亨通。参加投顾会员一定要参加启发投顾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启发投顾，启动财富成长，发现幸福人生。想带家人出国旅游却难以实现，想为家人换车你却迟疑了，别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，让启发投顾协助爱家的你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。选择启发投顾，获利轻松入袋。致富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，启发投顾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。加权指数会弹上来，但是再弹不会很多。好，那这个点还是会再破。为什么？因为苹果股价还没落底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。好，苹果股价是纳斯达克里面的大头嘛，对不对？成分指标股嘛。这里这叫纳斯达克。我连纳斯达克都会算，你们都没再注意看哦。6190、6296，这差100点，我自知道这边落底。来到这边，我就知道纳斯达克来到这边，你要小心。郭宪政如果是现在讲的，你把我给打枪，好不好？最高8176。好 ，OK。那纳斯达克来到这边，它未来会跌到哪里？我再算一次给各位，好不好？你要看的是这种节目，那我这样子算，瓶盖股高低点我能摸，会不会算？会啦哈，我没看到后面哦。所以这里纳斯达克最高8176，我算8184，压回来这个点一定来。现在7500还没有到，你现在紧张什么？烂一点六来回来到7000呢。再给各位一个东西。那一关我没你搞哈，我这里都没看到哦。这高点我算的，未来低点是我算的，听得懂在我在讲什么吗？啊，你听不懂啦。8176，我就知道会跌到7013-6948，也就7000点会来。我讲完了。哎，这个老师真的有点，你以为我只有这样子算吗？不止。我还要请他技术分析，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，我低买高卖，那专业写在旁边不是写假的。你想学你就来找我 ，OK， 我教你就这么简单，我少废话。你学到我技术分析，你一辈子受，你永远不用再参加其他投顾老师，也不用再去什么看报章、媒体、杂志，我教你就会了。这是一个所以因缘，听得懂你就来找我。若听不懂的，就继续看电视节目。我只告诉各位，早跟晚你都会来找我，就这一句话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。祝各位下礼拜一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